与兵部僵持不下，确有此事，但悬而未决，陛下尚无定论。啊，不如我与相爷各退一步，冯某。 这老东西真是顽固，枉费我许多口舌，差点就镇不住了。你的伤口又疼了吧？让你。 你说你今天就要搬回去？嗯。上次那只掉到水里了，再给你一只。 风前月下，冬青花开。此情此景，是不是很熟悉呢？你的伤口还未痊愈，不好好休息，又何必为我做这些呢？只不过赠你一支冬青之罢了。何必如此感动呢？这世上，只要你喜欢的，我都会亲手放到你面前。你明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些，你屡次犯险救我。 知道吗？我说。
没想到你看起来柔柔弱弱的，倒是很能吃苦的样子。当年小叔逼我练功的时候，练得我浑身酸痛。我每天就想着怎么躲开他，你倒好，每天主动跑过来找我。我虽然没有冬月姐那么武功高强，但至少以后遇到什么危险，我能保护我自己，不会连累你们。你一定可以的。你好像比我还相信我自己呢。你和别人不一样，你可是第一个站在我身前保护我的女孩子。也是。 那说明我胆子大嘛。反正我保证，你只要好好跟着我练，日后肯定比冬月还厉害。不过你力气太小了，更适合练飞镖。我已经托人打造了一套，改天教你。没想到你还挺有心的嘛，有点小师傅的样子啦。我们继续吧。 殿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此事与冯尚书有关，冬月大人和冯尚书关系密切，还是不要过问的好。冬月如今是御风阁的人了，身为知政，辅佐我统领监察事务，他有权知道此事。几个月来，兵部侍郎吴雄借清点库存，将部分军械一号冲刺，当成报废物资，在库存清单中勾除。 那批军械现在何处？不知所踪。你是怀疑冯熙勾结吴雄，倒卖军械？这是兵部尚书殷实发现的。联系吴雄的人似乎与陆远同那边有关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些军械都是要卖给陆远同的？吴雄进入兵部。 是冯熙举荐的。最近有人看到吴雄频频出入冯府，这件事断不可能是吴雄一个人干得出来的。冬月，我知道你与冯熙关系很好，但此事非同小可。贩卖军械的事一旦做事，只怕冯熙跟陆远同都承受不住天子之怒。大人。 这个月耗损军械清单，请大人过目。好，吴雄，之前你经手的军械都已经顺利交接，你做事果然仔细，比你的上司殷实强太多。日后若是兵部尚书有空缺，我看你就合适。多谢大人。 我也希望，他最好没做过，不然的话，怕是没人能保得了他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跟冯熙一直都是势不两立？其实我与他也曾有过一段同幽共息的日子。当日，冯家尚未败落。 冯熙奉诏入宫伴读，可能是他的运气不好吧，被指给了我这个不受宠的皇子。
我会尽快调查此事。冯大人，请。吴展。 冯曦果然可疑。秦晓，殿下，冯曦今日去了吴雄的私宅。或许冯曦跟吴雄有私交呢，这并不能说明什么。我派人查了，那宅子数月之前都没有住人，反倒是最近一箱箱往里运东西。冬月，如果这宅子里确有冯曦的罪证，你怎么选择？ 我刚刚在来的路上想了一路，若是冯曦真的犯了大错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或许也没有那么糟糕。放心，我会核实清楚那所宅子里所藏之物的。紫渊。 没想到你的武学天分这么高，这套清平剑当初我都学了一个月才学会，你这才几天就学得有模有样了。真的吗？那我是不是很快就能保护自己了？嗯，一定可以的。 殿下，殿下为人一向云淡风轻，为何最近变得激进了呢？从前我只是一名闲散的皇子，任你胡作非为，却有心无力。如今我身为监察御史，自然要担得起这溯本清源的责任。哦，原来如此。 东岳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请你不要把他拿来当做跟我斗气的工具。殿下怎知我与东岳不是真心相爱呢？凡事不要只看表面，冯曦言尽于此，切记，切记。陛下，御风阁自从插手监察以来， 除了严禄之事得以清算，其他再无作为，微臣认为，御风阁并无大用。那些有能之士留在御风阁，只是尸位素餐罢了。御风阁做了哪些事，不需要向礼部汇报。官员任免是陛下决定的。冯尚书在这里指指点点，是否越俎代庖？东岳善占卜、数礼法，与其让他在御风阁浑浑噩噩，倒不如来礼部一展所长。礼部可用之人无数。 冯大人刻意抹杀东岳在御风阁的功劳，不过是想跟我抢人罢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再吵了。陛下恕罪，是臣无状了。
父皇，儿臣有事要奏。走来。冯熙参与倒卖兵部军械，请父皇明察。倒卖军械啊！这可是杀！殿下莫不是在开玩笑？我一个礼部的官，如何倒卖兵部的军械呢？殿下想要诬陷我，也要找个好理由才是。近几个月来，兵部以受损为由，报废了一批军械。 但这批军械从此便下落不明，儿臣查有实据，这批军械的失踪与冯熙有关。殿下这么说，看来是已经有了真凭实据了。对啊，西瑶，你可有证据？证据尚在核实当中，不过儿臣所说的句句属实，绝不敢欺君。看来殿下并没有实证，所谓夷陵妾府，既然殿下自有主张，那要必须拿出证据来才行哦。 西瑶，朕知道你从小就不会撒谎，可是你为人善良，难免为奸人所利用。偷运军火非同小可呀。儿臣已经开始着手调查，假以时日，一定能拿到冯熙倒卖的罪证。那就请陛下做个见证，若殿下能找出罪证，臣甘愿伏法；但若搜不到， 若是儿臣拿不出罪证，儿臣甘愿卸任御史大夫一职。殿下做不做御史大夫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外加裁撤御风阁，请父皇做个见证，只求父皇赐儿臣7日时间，让羽林军对京都全面搜索。儿臣一定将罪证亲手呈上。也罢，那就 听你的吧。退朝，恭送陛下。殿下，你平日里不是这般冲动啊，今日为何？因为我觉知到冯熙绝非无辜，看到他有恃无恐的样子，我就怒火中烧。可是我们并没有冯熙倒卖军械的实证，你这样做只会让冯熙提高警惕。 打草惊蛇，我就是要打草惊蛇。我若是让羽林军全城搜索，你猜他会怎么样？无熊私宅，并非万全之地。没错，既然你这么想，那冯熙也会这么想。我们一日查他，他就一日难安。他若是想转移这批军械， 那我们的时机就到了。冯大人，安排的怎么样了？都已经安排妥当了。大人，请随我去看看。启禀殿下，探子看到有大批马车进入无熊私宅。 马车的车夫训练有素，不像是普通的车夫。马车进了宅子，到现在还没有出来。看来他们已经收到封城的消息，今晚必定有所行动。殿下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调动羽林军包围无熊私宅？传我手谕，让羽林军到无熊私宅附近集合。是。冬月，为了避嫌，你还是不要去了。我不能看着冯熙被抓。子渊。 慢点啊，绑紧了。小叔，来的人是谁？是子渊。意料之中。小叔，你怎么知道今天会有人来报信？
我跟自己打了个赌，今日一定会有人来报信，只是不知道来的是谁。那小叔怎么又说来的人是东岳，其他人都拦住呢？我就要他自己来。这有什么区别吗？非要我跟子元打一架？<笑>你小子懂什么？你看你心疼的，胳膊肘子倒拐的挺快的啊！大人，都装备好了。 东岳姐，怎么样？我刚到附近，还没来得及想好，怎么将纸条送进去，纸条就被人抢走了。谁想阻止你？他蒙着面，我没看清。不行，我不能让冯熙有事，我自己去通知他。殿下果然没有猜错，你真的要去通风报信，我去哪儿用不着你管。让开！你这样对得起殿下吗？还说什么绝不包庇？事到临头，就成了叛徒。 吴侍郎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殿下，都已经这么晚了，吴侍郎似乎行色匆匆啊。你就是冯熙的亲信吧？那你应该知道，他人在何处。 殿下是在找我吗？冯大人，贩卖军械可不是小罪名，我已经警告过你了，奈何你明知故犯。我看你的车上另有一个人吧，不知可否叫出来见一下？见是可以，只是殿下这持刀弄剑的，怕吓着他。 草民见过殿下，头抬起来。你是定远侯的人？哎，殿下抬举了，草民只是个普通的小本商人。你不承认没关系。来人，搜车。 早就听闻冯大人富甲京都，没想到连军械都敢卖。三殿下说这话可要有证据？我倒要看看，你嘴硬到什么时候？继续搜。 箱子里一半是银子，另一半是粮食，并无军械。你说什么？是啊，你不妨大点声说，让大家都听听，这里面装的是些什么。